因为他的大赛经验啊，跟碰到定。今年赛季，大岛佑哉也曾经赢得菲律宾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哦，任何一座男子单打的冠军头衔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。对。奥运会的门票，所以接下来的选拔他是可以，不用去担心。放弃这场比赛，他有积极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小将下马威啊。对，小将应该这次要跟他打，不会很好打。要做好的。相较之下，其实大岛，而且这几颗那个短球，是变对方的机会了。对。排名前五的选手来了四位，哇！好，都是正手的对拉，完全不怕跟张继科有的一项技术了，打的水谷准。不过水谷隼作为卫冕者，在第一轮是败给了奥恰洛夫，两个人又是打满七局哦。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呢，水谷是击败了奥恰，这一次是看起来这个大岛佑哉的那个中台的实力蛮好的，正手。看赛的名单，不过同样是在第一轮啊，败给了闯进八强的选手。第一局没有太多的试探，就是直接硬碰硬见真章了。Got it. Seven six. 张继科转正稍微慢了一点。平均，两面很平均。这次近台要做拧球的，这次预测错误也让好球玩性够啊，所以大岛佑哉整个脚步没有站稳，对，不一样，侧身的不行，他就马上要变一个方式。启动，脚步，哇！哇！第一个局点了，他正手，正手这次转正手就比较果决了，对，好球，短球处理算有点高，但救回来了，啊，对，唐立科。第一局的第三个局末点，哇！哇！换了发球了，稍微启动的时候手还在桌面下，没有漏。好，张继科14-13，哇 ！Let。哇！又在第一局的第二个局末点，好，八球也知道大岛又在会，力道稍微放轻一点，这球守的漂亮，拉的力道稍微轻一点，对，虽然比较奏效，退台了，哇，这一分。唐立第二局先来发球，发球，对不赢他就要侧身，他就马上侧身，好球，而且不能松懈这个，对，他就侧身，嚯，就是说你。这一次，有优势了。
互不相让。你呢？短球先开始。哇，所以好 ，six five， 哎 ，six。短球开始，大岛优哉先让日本对手启动，但是跟得很好，7-7，看起来又是要打到最后才能够分出胜负。 对，应该比分会都会很接近。Let seven all， 换了一套发球，变成用高抛的方式。疯了，对，哇，一颗抢先，投一颗长球，大岛又在被逼退了，真熟的对啦，脚步有点受到影响，哇，双打比赛的时候也看到也是出现这个情况，对，江宏杰脚步也是有点打滑，对 对，不过这边应该是自己的脚步。哇！再试一次，球是两板的。哦，完了，第一分就是球。但是接下来没有对好，1-0。前一局的失利抛在脑后。所以在取得练者张继科的松就很难抓回来。是，所以过往在转播张继科的比赛，其实很少直落四。对。四分了。刚两板子弧线都拉得蛮低的，来，好，这场比赛里头其实主动变线的机会，2-6。四分领先的大岛，现在要来发球。又，至少没有因为跟着进。转反手，哇，不太对，马上转反手。对，这边又是，哇，又，同样再试一次。哇，岛将的表现应该会激起张继科求胜的欲望。要把握住最后这一分的领先哦。暂停要用在关键时，直接拧，哇，反冲挡发力，对，就明显看起来力量就比较大了，对，怎么样去追回来？对，然后反观扶张继科的局点，哦。好球！连续的发力，好球！哇！所以看到大岛优哉是满场飞奔。Let one two， 好球！哇！这碰到这种落点比较深的球，真的很难处理。好球！换了一套发球，哇，往外拐，Let go， 好球！这个阶段张继科变得很难缠，对，对，哦，好，
哇，又是把大岛中，就不会让你站得稳稳的来打球啊。對對對好球。Let。对啦，挡回来。哇，得到机会。嗯。哇，这一板终于。因为现在看得出来，大岛二哉是要拼了，这一轮的发球要掌握住啊！转正手，再落点，哇，就是先用落点想要去打动大岛，转正手差了一点，先让日本。能够从张继科手中抢下一局，我这边啊，直接往直线拉了，哇，接发球确实接的有点高啊，对，哇，没有，哇，啊，哇，如果角度再稍微 ，let， 短球，哇，啊，伸手短。好，拼了，哇！球，哇！这个，哇！等一下，这一局，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发展？有，好嘞，哦，哇！追成了1-3，还有两。哇，好球！一鼓作气，这局把你那个气势压下去。对，哇，好球，很短，反手衔接正手的进攻，造的。哇，这是一个幸运的擦网的差距。对，正是。Let， 开。哇哇，张继科这边呢也对，让大岛二哉过得太轻松了。而且他正手也明显跟前四局不一样，加大那个跳啊力度，然后站很稳，就在前面，就这边前面想说三多了一倍啊，应该不用怕了。正手进攻，哇，压制住了，不要松。最后摘的回击破网，也让张继科以11-5拿下比赛的第五局。最后4-0，奋战不懈啊，也看到他以后的潜力啊，然后。